二郎，方才在书房凶了你，是我不好，莫要击怪兄长。弄不明白啊？我来教你。你看啊，想要弄明白这个九连环，不在于用几根手指，而在于要发现它的关窍。你虽然解开了第二环，但却忽略了第一环和第三环的关系。这样。 你把第一环装上再试试看。解开了。好。二郎，对已经拥有的成就，不要太在意。有的时候啊，适当的放弃，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百里宽仁领罪之后，惊惧交加，病死家中。陈武幽爵奉旨至百里府检验尸身，死者右手六指俱在，确信百里宽仁无误。你们败了，回丘时我们登药成功，不知何人突然放冷箭，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。 是你派人救了百里弘毅吧？无凭无据之事，你不好随意栽赃于我吧？六指宽狼，我真是没想到，你在神道待了这么多年，竟然还惦记着你那该死的弟弟。我告诉你，就算百里弘毅是你的亲弟弟。 他窥破了伏火雷霆的秘密，也一定要死。难不成你想让神道策划已久的大计毁于一旦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拿出证据，才能证明是我干的。